今天是台北股市的封关日，首先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然后生活美满，然后身体健康。因为最近呢，我们演艺圈又传出了纳豆好像中风的一个所谓消息哦。那基本上呢，我是建议啦，因为其实呢，中风很多人说哈，其实我在我们公司我是担任医务的角色。中风它造成的原因有两种，一个是阻塞型中风，就是我们的周转组织都会集中在这边嘛，然后可能随着情绪的一个所谓波动，然后它往下掉，然后到处流流流流流。如果那个周转组织跑到心脏血管附近的话，就叫心肌梗塞；那如果跑到脑部的部分，叫脑中风哦。那么纳豆的一个所谓部分的话，应该是出血型中风。那出血型中风比较可能发生的一个所谓状况，就是来自于血压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哦。那么我们希望说呢，除了纳豆之外，每一个投资朋友，拜托拜托，大家把身体顾好。那其实呢，在台北股市上面的一个所谓分析哦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我们课程里面的一张非常重要的图卡？你有没有觉得消息越多风险越高？什么叫消息越多风险越高呢？我请问各位哦，这一波台积电呢来到的一个所谓波段新高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架构在它所公布出来，不管包括资本支出，不管包括整个 EPS 乃至毛利率大幅度的成长，可能很多人呢认为呢外资都敢调高它平等到1000块到1200块，结果大家全部跑去追，而且就出现的一个所谓连环套。可是呢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哦，这句话呢，我请问各位啊，其实这两点都，其实这每一个点都很重要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没有索取我们课程内容表的话，我建议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利用封关时间哦，因为我们的课程哦是压在10000元以下哦，10000元以下，而且你可以看10遍哦，你可以看10遍。所以说你看一遍不懂，看2遍不懂，因为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一连串的一个所谓计算的公式哦。那其实呢，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，有些学员会反映说，谢老师你都没有教我们移动平均线哦。就像呢，我请问各位啊，这一波不管包括台积电，不管包括航运类股，不管包括加权乃至OTC 指数，你可以想象出来，它跌破月线，等于说以正常正规的葛兰碧八大法则，它跌到5日线，跌到10日线，跌到月线，它应该有反弹。就我们发现了这一波的一个所谓台北股市，它根本是连弹都不弹。好，甚至呢，我昨天晚上的节目，当时的妹妹标还写错，你知道吗？台北股市季线保卫战，我说昨天就已经跌破季线了哦，真的，那跌破季线了。所以说，基本上，这是为什么我不太讲均线的原因，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一再跟我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，包括周线月线关系下，包括一个多空主义心态，而且呢你要懂得不断去修正你的一个所谓看法。老师我真的要做这么样的短吗？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就像我举个例子，在上上礼拜四的时候，也就1月13号的时候，我当时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说收盘大于403，收盘大于 AC， 所以说台积电的法说会会非常的一个所谓亮眼。结果公布出来之后，有没有导致于 PM 盘出现大幅度的上涨，总共涨了187点。结果来到的应该说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说呢这个行情怪怪的，怪在两个地方。第一个来自于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空。第二个，其实就我们软体的一个所谓部分哦，手机版在正下方，电脑版部分在右半边。它每天在开盘之前或晚上了，晚上你看我们的软体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多空的一个所谓防守价。那多空防守价有多么样的重要呢？我请问各位，我的多方防守价如果在这边哦，在这边哦，它今天的日线如果收盘跌破，那是个标标准准的弱势，因为其实多空防守价要怎么样计算？麻烦你参考我们的课程啊，可能是一般投资者你们比较不会算了、啊。可是法人他们所用的公式跟我们用的公式都是一模一样。当他只要跌破的一个所谓多方的防守价，你认为法人做手会加码摊平吗？还是停损站在卖方？如果根据程式交易的一个所谓角度，他们一定会停损，他们一定会停损站在一个所谓卖方哦。那你看呢？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他的主力心态他是个标标准的空，而且他跌破的多方的一个所谓支撑。再变哦，我可以在台积电法说会的那一天，我主力心态空；我可以在上个礼拜五主力心态由多转空。我请问各位，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有人在跟你讨论乌克兰的情势吗？没有嘛，大家还是执着在美国公债殖利率的一个所谓上升哦，大家开始做一个所谓资金上面，因为美国要升息，所以说呢，大家把钱丢在公债里面，根本没有人在跟你讨论乌克兰的一个所谓问题。那我请问大家，那主力做手有没有领先大家就已经知道事情开始不妙了？结果呢，我当然还是老话一句啊，
你可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大盘的夜水主力心态。现在上个礼拜，你看你所看到是电脑版，电脑版主力心态空，那手机版主力心态也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空。就这个主力心态空，再配合呢，我在节目当中所跟大家预告的收盘小于关键价，收盘小于 AC， 所以说呢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主力做手的操作，它就架构在价格的夜水观念。只有礼拜五的 PM 盘，台北股市有没有重挫200点？有哈。只有来到礼拜一的时候，台北股市继续往下刷，就往下刷的过程当中，我只要请问各位，主力做手他会想尽办法去找方向。那我请问大家，如果就一般投资朋友的夜水操作，尤其你们在指数上面操作，当你看到的一个低点破低，你会不会想要放空？当然会想要放空嘛，因为根据过去大家所学的技术分析，只要低点破低，你的60、你的30分钟 KD 乃至日线 KD 一定会出现死亡交叉。而就我的夜水角度，我还是懂得去福音主力心态的夜水方向。这是为什么？当礼拜往下急杀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，主力心态是多，不是空哦。PM 盘为什么跌200点？因为主力心态空。可是当心态再一次由空转多的话，你去买进，这样有没有250点？同样，你从手机版也看到一个完完整整的夜水答案。那结果呢？来到了礼拜二的时候，为什么台北股市又杀到一个水稀巴烂？因为很简单哦。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PM 盘的夜水部分，它先往下急杀，再往上做一个急拉。可是问题难是难在说，如果说你仔细观察一下主力心态哦，礼拜一早上主力心态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来就不没有问题哦，它形成开低往上走高，结果来到 PM 盘的时候，你看到心态它又从红色变成绿色，可是跟礼拜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你看到、哦。我这一个拉尾盘，它的主力拉起来的时候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这是为什么？礼拜台北股市震荡又这么激烈，最主要的原因。那你说来到这个节骨眼，接下来到底该怎么看呢？首先呢，它又回到个原点了。我应该是全市场上唯一应该会稍微跟你分析一下大盘的，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呢、啊，大盘是要摆中间。个股它才要放旁边。你过去在操作的过程当中，你永远迷恋投顾老师所讲的嘛？啊，反正我的股票会涨，我的股票就是会涨。可是如果大盘它的势，它是一个往下的势，我讲坦白的，你再怎么会买股票，我说真的都赚不到钱。就像我请问各位，当你看到费半指数这一根红 K 棒，这一根红 K 棒是不是代表天已经出现了明？好，天明嘛。哦、基本上的话呢，我还是给大家良心的一个所谓报告，你要去观察它的一个所谓空方保守价，唯有空方保守价收上，它才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止跌讯号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那同样，我们再看这张字卡也是一模一样。你想想看哦，我请问各位哦，这几年哈、哦，针对台北股市，它不断提款的一个外资，它有没有转弯？有，它有在转弯啊。我请问大家，这一波台北股市的一个所谓历史高点是谁买出来的？当然是外资嘛，你看哦，这是三大法人当中的啊、三大法人哈，外资也可以啦。三大法人里面，你会发现三大法人他是同步站在买方，就台北股市有没有创历史新高？有，创历史新高。可是你会发现创历史新高之后，你可能认为说任何拉回都是买点，因为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夜水支撑。可是你要了解，其实法人的夜水操作，他不会去管你融资，他也不会管你什么技术指标在高档出现非常明确的背离讯号，他都不管这种东西，就像我请问大家了，在过去这两个礼拜的时间，融资有没有大逃难？那融资大逃难，根据大家过去所学的哦，融资减肥的幅度只要超过大盘下跌的幅度，那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满足点。那当它出现满足点，为什么它还是跌跌不休？因为很简单哦，它难抵外资的轰炸狂卖，因为外资一直卖嘛，就好像在礼拜二的那天，外资又卖将近有400多亿，有没有看到外资卖400多亿？所以说外资，你说我们老师，你们会不会做很短？台北股市你要怎么做长？我问你啦，你要怎么做长啊？他这边他先买啊，啊，买完之后开始倒啊，开始倒啊，台北股市有没有杀下去？好，那现在重点来了，基本上哈，如果说我们单纯就月线的角度，月线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绿灯，那么我先呢还是在祝福大家，好，一年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荷包发发发，然后身体健康才是宝。好，虽然说我的身体很不健康，这是为什么明年的哦，明年的六月份哦，六月份我就退休了，好，就退休了哈。然后二月份的关键报告，记得要来索取哦，二月份哦，我问大家哈。我现在的月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绿灯，那绿灯的话代表二月份的行情不是下跌就是上下震荡盘整。
那我是希望它走下跌的模式，为什么？不要在那边盘啊，因为盘的话呢，很多中小型的业水电子股会杀到人仰马翻，你要就一次让它跌够。那什么叫做跌够？什么叫做跌不够？好，那基本上、哦、你要去观察月线的多方防守价。来，所有学员再提示一遍哦，我现在不是跟你讲日线，我是跟你讲月线的多方防守价。月线的多方防守价，我拜托大家，你一定要知道。第二事情、哦、你在股票上面实战上面的一个所谓操作，我还是建议大家，你要去懂得主力心态，你要去懂得一个所谓的月线框架。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哦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，当时在80块钱的宏达电，宏达电没错吧？宏达电嘛，还看到，哎，头发还是一样长哦。老师就很清楚的跟你预告，它的主力已经空几天，一二三四五，空了十天，主力已经放空十天，已经放空十天了，放空十天了，主力心太多，宏达电大涨，结果上下震荡盘整的时候，主力心态有多转空，有多转空嘛，有多转空。结果宏达电让我讲完之后，当然可能很多人不平衡，所以老师啊，你看哦，法人都站在买方，对不对？法人都在买方哦。投信法人嘛，投信法人最大，因为他们可以用的子弹是有限的。然后呢，根据过去的经验，投信法人的一个所谓信赖区间比较够，因为投外资的话，他会忽买忽卖，他等于说今天他可能大买，就好像我举例礼拜一的那一天，三大法人当中的外资针对长荣、长荣行、阳明，还有长荣行、阳明、华航全部站在买方。可是我在我的传真稿里面，我们写得很清楚，你最怕外资买的，为什么？外资的部位很多，他今天买，他可能明天就把它倒掉。你看外资既然做的比自营商还来的短，好，还在那短，他在跟你讲说，哦，基本面很好，所以说他长报没有，他也没这样做啊。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，就好像在礼拜的那一天，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我们来看看嘛，到底是主力心态比较准，还是这个法人买超比较准？这法人买连买两天嘛，结果呢，他的股价有没有下杀？哦，一口气在短短礼拜两个礼拜时间，哎、欸，你买个10张17万不见了，你买个23、37万，哎、34万不见了，哎、欸，这很恐怖的。同样的，跟大家预告的4961的天域，为什么喋喋不休？自己看主力心态，为什么自己看主力心态？主力心态在100，我看一下，主力心态在300块钱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主力心态由多转空，然后281块钱的时候还看到放空讯号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同样包括2409的友达，好、哦，面板的好消息非常非常的多。可是当你遇到主力心态空，我请问各位，这一根哦，这一根，我的会员真的想要去买哦。何西老师啊，韩国，你看韩国，你现在股票这么样的少，那韩国，你看人家面板厂都要收起来了，然后报纸也说呢。对友达而言是加分，而且友达的部分的话，它跨足整个什么？整个医疗，还有特斯拉的液水供应链。结果呢？主力现在空在这边嘛？我都跟你们预告，空在这边嘛？空在这边嘛？啊，结果股价有没有连续暴跌？有没有连续暴跌？有没有连续暴跌？那么同样像台积电，来台积电，赶快讲一讲哦。基本上哈、哦，这一波的液水行情，我是觉得啦，大家。都会有机会，好，大家都有机会。我举个例子好了。你像3070旗宏，你这样子，我们也赚了8块钱嘛。他们都会有机会，可是现在有一个拐点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嗯，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啦，既然大盘的月线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绿灯，所以就多头的一个所谓角度，它二月份会丢哦。那既然会丢的逻辑之下，我请问大家。单纯就股票的液水角度，你认为会像之前我们562只涨停板航运股的操作这么样顺利吗？基本上、哦、为什么你们要来上个课？让我稍微提醒一下，让我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这个人我的做法很简单，你今天你的股票操作你会对也会错，可是问题啊，你要想尽办法在新的一年、哦、让你的赚钱能够扩大，亏钱。变小，那这样子，你2022年的金虎年，你就可以虎虎生风。可是，如果你永远抱持过去的方法，就像我举例啊，当时哈，我们在16块钱买进2609的阳明，16块钱吧，31块钱买2603长荣，然后94.8买2615万海，然后73.3买2633的台华。我举例好了，当时真的有投资朋友看我们的节目，因为我都公开操作的，我是全台湾唯一做到股票完全都不用折的。他真的有去买2609阳明，你可能买在18块，可是你什么时候卖掉？什么时候卖掉？20块钱嘛。你想说，我靠，总算有股票赚钱了，赚2块钱，哦，赚3块钱，赚10%，赚20%，超级无敌爽的。结果呢？你好了，假设你卖30块钱，好，卖36块钱，你赚1倍。结果阳明涨到多少钱？涨200多块钱。长荣多少钱？也涨到200多块钱。那你中间少赚那一段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去年能够缴出562只涨停板的成绩单？因为当你抓到的液水趋势方向，你要不断的加码，不断的加码，不断的加码。那同样的，
当你做错的时候，所以说你要先扩大你的利润。那同样，当你做错的时候，你要去缩小你的一个所谓亏损。那怎么样缩小亏损呢？你接进场，不管买任何一档股票，不管包括台积电，不管包括长荣、阳明，你要能够知道他们的停损价在哪里。毕竟啊，在股票市场就跟江湖一模一样，江湖是非常非常的险恶的耶。金融商品市场它不是一个善良人哦，人性本善。怎么老子说没有这种什么庄家说哦，庄子说。好，这是个标标准准人性本恶的夜随市场，就像有没有给你机会哦？当时在1月18号的时候，我们跟大家预告，我说 OTC 指数乃至于运输类指数收盘跌破242.309，所以说我们打很大的叉叉，跟你讲说这四只股票，好，甚至来到上个礼拜四的时候，航运类股一根红 K 棒，我一样 pay attention 在航运类股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本益比低，大家都知道呢，赚40块钱，不管包括长荣，不管包括阳明，它的本益比才3倍左右，有没有非常非常诱人？就上礼拜四一根红 K 棒的时候，我们请你来找我，哎，不是就加码啦？你一直加码，你迟早会有一天买在最低的低点啦。可是问题，你不是郭董事长，你也想新的一年跟郭台铭或是周杰伦，周也叫周杰伦叫什么？周董啦，一模一样有钱。可是问题重点，你光这一关就过不去了啦。你懂我意思吧？空方控盘哦，上礼拜是一根红 K 棒哦。我们跟你讲，空间理论还是空方控盘，空间理论还是空方控盘啊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上个礼拜是一根红 K 棒之后，礼拜我们继续跌，然后礼拜有没有继续往下跌？而且它没有任何一天收上空方往下。好，清楚哦。基本上啊，我觉得啦，我还是老话一句的。可是这个前提假设，我希望呢，新春开红盘就这样下去的，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。你在那边扭扭捏捏，其实对大家都不好。现在台积电回档的时候，很多人说啊，哦，台积电回档换 OTC 指数上，靠腰就台积电回档 ，OTC 指数杀更凶，OTC 指数杀更凶。那我是觉得哈，这个月线的多方，哎，你听清楚哦。关键报为什么要索取？来，还是老话一句，我先协助大家看懂大盘，不要它真的来到月线的多方防守价，你既然会把买点当作卖点。很多人呢，你在过去几年的操作，你有感觉到股票好像在等你一模一样。你一下车，一下火车了啊，火车就北上，啊，你坐在火车上面，火车就故障，还 mark 往高雄走，还往南部走嘛，还往南走，好，那同样的，你现在要颠倒，那颠倒的第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先看得懂大盘，回测月线啊，月线级数不是你那个20MA 哦，不是那20MA 哦，从月线它所一连串公式所计算出来的多方向，你需要知道，还有2020年的主流标股，包括半导体，还有 LED， 我直接给你精确的价位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更重要的重点，包括航运跟航空。他们是标标准准，目前是满仓，产能利用率高达100%。可是叫好不叫座，那问题它的波段，我想跟你讲波段哦。老师波段没来怎么办？继续稍微等一下，波段的买点到哪里？我们的关键报告里面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完整的答案。这是我给大家最好。最佳最好最佳的红包的夜随大贺礼，那所以说呢，你要索取预约索取我们关键报告的，请拨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，关键报告记得无论如何一定要索取。最后祝大家假期愉快，我们明年再见。